不化，歼灭罪恶。特鲁开讲。这是玉米加农炮，它们都是带有回力的，还可以发射炮弹。椰子加农炮，发射。机甲橄榄球僵尸向我们走来了，按一下这里，哇！滑板僵尸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个，这里有个开关，打开它，有音乐，有灯光，太好玩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。狗狗排好队，让我们一起来变造型吧。这是一款伸缩管玩具，它呀可以变出好多好多造型呢。这个撑懒腰的造型怎么样？我们再来一个旋转，旋转，哎，这个造型也不错哦。再来一个什么造型好呢？哎，再来一个这个造型，哈哈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把它变成什么造型呀？快来一起吧。我感觉很，这是一款宝宝早教益智玩具，四合一多功能趣味盒。我们先来打开它。哦，这有八音琴，形状配对，趣味拔萝卜，还有钓鱼游戏。喜欢的小朋友，快让爸爸妈妈买给你们玩起来吧。让开让开，快让开，啄木鸟要来捉虫子咯。先来捉一只粉色的虫子，哇，肥肥胖胖的虫子可真可爱，来来，喂给鸟宝宝吃吧。再来捉一条蓝色的，嘿，让我们把这个给它套上，还可以打地鼠呢。打开开关，打地鼠开始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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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这是一个会行走的垃圾桶，摁一下这里，哇，快看它跑远了。来来来，我要把垃圾撇进去。哎呦，怎么撇不进去呀？哎哎呀，又跑远了。哎，我头我头我头我投，我投，我投，哈哈，垃圾全都投进去了。哦，这回你可以跑咯。我要用这些来拼一个字母仙人掌。哎哎，插上去，插上去，慢慢我们的仙人掌就会越变越大，而且会越变越漂亮。哎，我的字母仙人掌拼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漂不漂亮呀？我有一只毛绒狗，看看它的样子可不可爱？打开它底部的开关，哦，它还会行走呢！我的天呀，它怎么这样叫啊？好奇怪呀！哦，好好玩啊，太可爱了。看，我手上有一个海绵宝宝，这是海绵宝宝陀螺，让我们来发射一下吧。哇，好漂亮呀，真好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陀螺怎么样呀？这是一款减压玩具小丑木桶滚珠，我这里面有玻璃珠，把它放到杯子里。哇，快看，哇，真的好好玩哦，好减压呀。我手上有好玩的陀螺，看着啊，哎，哇，有音乐，会发光，哇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小朋友，你们喜欢吗？
Do, re, mi, it's Christmas day, love me baby, do.叫你们笑话就好你看，别人小朋友有的，你也有，嘿嘿嘿嘿。这是我的宠物屋，屋里面会有什么小宠物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想不想知道呀？别急别急，我们来一一揭晓吧。哎，哇，这是一只宠物象。哎，这是一只宠物猪。哎，哇，这是一只宠物大熊猫。来看看这里会是谁呢？哦，原来是只宠物小老虎。四只小宠物，你最喜欢哪一只？你这个小车这么小，这咋玩啊？哎呀，这是我的手表遥控车，看见没？哇，这是个手表啊。对呀，看着啊。玩的时候一键开盖。哇，这个好帅。然后放地上。然后呢？遥控就行了。哇，跑这么快，这好灵活呀。我还能漂移。哎，让我试，让我试，让我试。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Sorry, sorry。快艾特能给你整这个野猪小熊的人，摘了帽子是小熊，戴着帽子就是野猪了。哎呀，不小心掉地上了，带回家睡觉了，拜拜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听到了吗？
입으면 됩니다.